郭富城呢日出席新广告嘅发布会，新戏11月先开始拍摄，但系由 Aaron 主演嘅电影《陌路人》就入围咗东京电影节啊！虽然工作好忙，但系 Aaron 都会尽量抽时间陪屋企人。提到细女二宝 ，Aaron 仲即刻变翻慈父添啊！二宝咧，其实基本上咧好健康，哇！我就好开心啦，吓、啊、我就好安心啦，吓、啊、二宝咧好肥，吓、啊、好似米子莲咁样，吓、啊、出世。冇幾耐，而家都係嚇，咁我啊嚇嗰啲咧，佢嗰啲手啊腳啦、啊，一節節咁樣嘅。幾多節有冇數過？唔使數啦，總之一望埋去就想咬一啖嗰只啦，好，好開心，唔同嘅嚇、啊，但係就我覺得係開心嘅，因為係健康咯、啊，你覺得佢好得意、好健康咯、啊，先會咁肥嘟嘟咯。不過呢位爸爸就竟然連二寶嘅出世紙都唔記得去攞，搞到要俾人罰錢啊！其实就是一嚟又忙啦，咁二嚟又系未谂到，因为大宝已经有名嘅中文名啦，咁二宝我又成日要，因为你二宝你要一定要谂翻一个名，同大宝又好接近，咁又好相似又好相近，咁啊谂下谂下，谂咗好多名出嚟，咁啊但系就未决定得犹豫不决，咁但系最后当然我哋都系谂到啦，咁变咗就过咗时喎，啊咁啊要罚钱啦，要罚钱嘅，咁但系就好少钱啫，几百蚊嘅啫。咁應該我都係係一個香港嘅市民咧，所以我都一定要係要接受呢一個罰錢嘅。